知名，哦，亲家，我怎么听见这个名字我就想哭，太像旧社会里包身工，娃娃不能叫这个名字。是是是，哎，亲家，金老师说的对，这起名字啊，你得讲究个意义说。哎呀，你们不懂，我这个是专门叫大师算过的，那江小鱼。 这三个字，那就是大师算出来的。你说话呀，对吧？哦，那就更加不能相信了，就叫梦龙，听上去舒服。不是那个亲家母哈，这个名字吧，它挺不好起的，这个起的粗糙点呢，好养活，叫铁蛋儿吧。啥子铁蛋儿？这是拉什么名字嘛？ 将来娃娃叫这个名字，他会很痛苦的。铁蛋就不好吗？铁蛋。哎哎，赵大哥不是这样想的啊！你看，这起名字啊，是华夏精神文明的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得提高的一个精神侧面上才行。哎呀，就这样了，听我的，就叫朦胧。哦呦，朦胧，不特别像一根冰棍的名字，那我觉得还不如叫哈根达斯，洋气一点，这样。你说那是，不是你不叫朦胧，你说。